把救难者留在观测站真的好吗？旷野联合的人，我不想多费心。没事了，九九讯号都出去了，救援应该都到了。姐姐是赶时间，跟风影所一样，黑龙应该是非自然的轨道。我们是靠着撞击观测站的方向与速度，勉强推算出黑龙的位置。 随时间过去，可能就什么都追不到了。不说这些，李默、红楼有收到信吧？怎么没看见？家族寄的信给我，希望我回去帮忙他们。银海人，你别这个时候。李默，没事。 所以我把信删除了。我说过，会先陪你找到师傅。探测到可疑的龙鸣声，共鸣开始。 进行声音录制。 目标，依照两次探测结果比对，速度每秒4000标准里，正急速往黑洞移动中。跟风影所一样，坐标上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一旦等它进入黑洞的轨道，我们就不用登陆了。我知道。准备好了吗？
登陆机会只有一次。好了。这些是彗星的外环气流，登陆看来风险不小。师父就在那边，李默，谢谢你一路陪我到今天。找到师父后，你随时都可以回到银海。说这些做什么？检查装备吧。我太紧张了，真的。没事的，我们不是约好你要带我去看故乡的花吗？嗯，不如就约在找到你师父之后。很远哦。准备登陆吧。抵达黑龙，重力有，氧气含量适中，空气品质正常，开启头盔。一切正常吗？嗯，拉米亚，船还好吗？没有大碍，两位记得照计划时间进行。潮过后，黑龙会进入黑洞轨道，到时候红楼的拖出速度可能不足。
有人，但没有师父。你说的人是？你知道，不是活的人。干嘛啦？这叫信号。走吧。从他们身上有搜出龙鸣，应该会用上。两位注意，刚刚跟坠毁的龙脉探测船连线了，要查清楚发生什么事还要点时间，你们先移动吧。太空船的轨道线很乱，有点奇怪。两边都有龙门，这是什么空间？龙脉风水机关运作很顺畅，这应该是上下连通的空间。上下连通？不就电梯吗？说那么复杂。我看看能不能启动它。失踪到现在第几年了？这是我旅行第五年，也就是六年。很长的一段旅行。我说你师父。你想说师父不可能活着吧？不要紧，我看到矿联军方那些人时早就想过了。重点是有没有找到。对我而言，如果没有找到师父，我就无法往前走。我很抱歉。不用道歉，有没有希望还不知道呢。他可是红，叫我成为新生代女巫的师父。下面可能很危险，连军方的探测团都没法回来。怕了吗？回不去银海喽。哎，你干嘛？我会保护你。什么啦？我保护你吧。是你坚持。错了，是手腕，不是手。够了。放手啊！等一下，在银海，如果对方是你重要的人，我们会做这样的动作。紧张感都没了。这是彼此性命交连的意思。如果遇到生死关头，我会为你舍命。只会用说的。
你跟拉米亚对我而言都是我的家人。走了吗？嗯。好黑，这些光是……应该是风转箱运作的光芒。透过石壁渗出来了，艾里莫，莫太紧了。我小了一点。我是希望你。什么？没事。墙壁上的铭文似乎都是万道的历史，这不太正常。这里应该不是一般的龙脉。这不是引流的神殿，是坟墓。我们是找到后土的坟墓吗？我以为这只是传说，怎么可能？泗水池。好黑。我想想办法。应该有把灯打开的方法。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上面这是后土的雕像吗？看不清楚。先放开行动吧，我四处看看。是纪念后土的碑文。这的确是坟墓的尽头。之前登陆的人是去哪了？什么声音？
是女性的声音。师父的线索吗？只有遇到奇怪的四气，传来的情绪很伤心，让我不太舒服。奇怪的四气？跑到雕像脸上的样子。看到吗？好像变亮了。林墨，有一点蛮奇怪的。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这不是后土的坟墓，上面所崇拜的雕像是大荒黑洞之神，掌管万道内的阴间万物。在群山坟墓祭拜阴间神不对吗？不管龙脉的用途是什么，神坛应该都是主神。我想你至今探索的龙脉遇到的不是烛龙，就是蚁皇或后土，所以这里如果是后土坟墓，就该是后土。为什么会是大荒？艾达，看得到大荒下面的碑文吗？刚太黑了，不是很清楚，现在可以。汝等毁其尸首，割其喉，图望后土之歌照应生命百万，滔天大罪，当葬大荒。这要命！是专杀盗墓贼的魏坟。所以师父是……难不成有魏坟就有真坟？你师父不一定在这里。竟然用四手灌了空间，太疯狂了！抓紧我的手。风水机关的光，如果能找到裂口的话，我试试看。墙壁上面有微弱的四气涌出，四气很快就会渗进来了。可不能死在这边。这是电梯的机关，有办法重新启动它吗？进来了，该死！
有什么办法？这应该是电梯的气压结构。艾达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可以炸了这里。没时间开玩笑。黑龙的重力不大，我们又穿着太空衣，可以让风把我们顶上去。哪来的风？我要计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爬回入口。距离出口24标准尺，黑龙重力大概是0.8。如果要……不可能，这种距离，太空衣的喷气根本飞不出去。所以呢，我试试看，怎么会知道？所以让我们把这里炸。说了没时间开玩笑。认真的，毁掉龙脉是我的专长。只要让风转向异常受压，四气就会把我们顶上去。重力校准，计算出口距离。艾达，没时间考虑了。好了，你快去试试看。需要灌入更多四水才会过载。给我运转的再大一点。好了，真是，你每次都这样乱来，几条命也不够。要爆炸了吗？我们是不是该趴在地上？
不然地板或者电梯的天花板会把我们的膝盖震碎。不行，等我启动龙鸣仿生器才会突破临界点。我觉得我随时都要死掉。我会保护你。会场下流星冲击。这是你炸掉的第几个龙脉？第四个。你呀、啊、是说我们该怎么躺，真的还是卸下背包像这样背部顶着？这是个啥样子？膝盖会碎掉，只能这样缓解冲击。好好，万道无常。准备好了吗？艾达，没时间了。这什么？你遇到生死关头，我会为你舍命。什么性命相连？什么使命？根本负担，走着瞧！我才不会让你们抛下我！只剩几标准尺，小力点，你胸口应该有骨折。艾达，艾达呢？他很生气，不想理你。李默，嗨，啊，小力点，伤口在那里。拉米亚，你做什么？我帮你揍他了，只是脱臼，应该没事了。站得起来吗？可以。黑龙呢？我们在他的外环气流上停泊中。停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？没办法，这里拉米亚才能透过黑龙计算轨道。直接拖出吧，还计算什么？要计算白龙的轨道。什么？这是双子彗星。你仔细看，这是拉米亚从矿联军的电脑扫描得到的资讯。真正的黑龙其实是一枚尾随在黑龙后面的高速彗星，同样的轨道，几乎类似的频率。这有一个未焚，就有一个真焚。这你说的，我们先称它为白龙。不是吧？就算是同轨道，那也不可能在我们可抵达的范围。没有很远，矿灵军的计算，两人的轨道距离顶多0.3天文单位。0.3天文单位？正确来说是0.332天文单位，以我们的状态，不近也不远，蛮讨厌的距离。艾达，他位置已经脱离群山外围了。如果没有，也不会有人来救我们。嗯。你真的想登陆？你说那个什么，白龙？对。拉米亚。是有无法返航的风险。我还没找到师父，所以我考虑过了。你别冲动。我怎么有你冲动？我有想过，所以李默，你陪我到这里就好了。什么？红楼的货柜是独立的，可以作为逃生舱，我们就在这里分开吧。你还有要拯救家族的愿望，不可以在这里冒险。别开玩笑了。我说过你是我的家人了，说什么鬼话？我不是那意思。你不要命了吗？
什么有无法返航的风险，零点三天文单位是几乎不可能返航。李默，那里是黑洞的引力圈，只要油量超过一点点，回程就很难达到脱出速度。不要那么大声，这些事我当然知道，但如果我现在不去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未来啊，白龙迟早会绕行回来，总是会有机会。迟早？这轨道算下去，下次登陆的机会不是几十年，也是百年。那也还是有机会。好，那等到机会来临时，满脑家族的你可以放下手边一切，从银海飞到我身边吗？胡说什么？可以吗，李默？我当然可以，你在想什么？嘴巴说说。姐姐，拉米亚，等李默拖出后送我登陆白龙，你就在轨道停泊等我消息。计划一，我一标准时内顺利回来，我们立刻离开。计划二，如果超过一标准时没回来。姐，怎么？姐姐，我想说什么就说。你想死掉吗？我不会死。但你就是知道危险才请李默离开，不是吗？师父就在眼前了。失踪是五年前的事，所以没时间。师父等不了我们那么久。姐姐，拜托，不要再说什么师父了。拉米亚，对我来说，你比师父重要多了。你，艾达，你们，拜托。谢谢你们。姐姐，你答应了。我现在好恨你们。对不起，还是我们就登陆白龙。不用，准备脱离黑龙外环流。自己注意好船的状况。怎么了？引擎失控，轰隆受撞击，是黑龙外环喷流的碎片。警报，发生火警，发生火警，第一、第四引擎受损。退出黑龙外环轨道，李默前往温室，拉米亚退出轨道后，驾驶权转我，并且前往引擎室，我会负责指挥。拉米亚，前往引擎室。火很大，小心点。不用你操心。李默。第六、第七四气管失灵，疑似外泄引起间接性的失火。试着使用温室的洒水器扑灭它。收到。组织两队分散，这样是灭不掉火。
烧下去，很快会爆炸的。温室灭火完成。拉米亚，动作快，火源应该在第一引擎。万一燃烧到第二颗引擎，四气爆炸，我们就全完了，收到吗？失火，引擎室失火，自动灭火系统异常。拉米亚，李默，报告状况。这里是李默，一分钟后回到剑桥。拉米亚，回报。拉米亚，回报。李默，拉米亚出事了。收到，告诉我位置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调监视器的资料，等等。先暂时转自动驾驶，我得去调监视器的画面。货舱失火，引擎室失火，自动灭火系统异常。现在不是使用龙脉共振仪的时候。拉米亚，你在哪里？没什么大碍，艾达，指示。啊！先，艾达，先回到剑桥。
桥。李牧、拉米亚，准备回到剑桥。会有事的，还不能放弃。紧急通告：第二引擎起火，第三引擎起火，医护室起火，船体安全值降至临界点。紧急通告：请驾驶员判断是否弃船。紧急通告：请驾驶员判断是否弃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彼此性命交连的意思。我宁可不要遇到你。为什么要让我这么讨厌自己？醒来，你想被四的能量带走吗？你迟早会把自己跟船员害死。不是，这不是我旅行的目的。我是为什么？其实我是在寻找我的师父。我常在想，如果不是我那么没用，是不是师父就不用保护我，也不会因此失踪了。你只是怕被朋友丢下，朋友在哪就到哪，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吗？听着，想办法理解自己，就是你成为女巫的唯一办法。我想追上大家，我才不管。你只想追上，却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。艾达，火势控制不来，我们无法回到剑桥。拉米亚很危险。去啊！你还没让我理解，要如何成为新生代的女巫。好了，艾达，就是过你自己的生活。我没有办法，我连师父都追不上了。别想成为我，也别想成为任何人。追求你内心的灵魂。洪大人，他听不懂的。该走了，红。烦。听好了，艾达，你一辈子也追不上我，因为你是连做自己都不敢的108号。师父，你真的很过分。不是什么108号，我是，我是，我是艾达拉姆。等我，李默、拉米亚，我这就来救你们，就跟我师父曾经做过的一样。师父，现在我能追上你了。艾达，往剑桥的方向火很大，有什么方法吗？不用过来，你回头。什么？你过来太危险。现在整个红楼的中间都在失火，电子系统已经失灵了。你要手动把温室还有引擎室的闸门关闭，跟着我指示，快！等你关闭闸门，我会将温室跟引擎室的氧气排出，快！艾达，引擎室状况不太好，我可能无法。上去后舱。放弃连通道的空间。
这里是李默，货舱关闭。收到，这里是艾达，引擎室温室停止供应氧气，开始空气排除。你笑什么？没事，差一点就真的死透了。觉得刚刚还在吵白龙的我们很蠢。拉米亚还好吗？还好。你在货舱吗？找个坚固的栏杆把它绑好，怕冲击。已经绑好了。氧气放了吗？啊，释放中，火势都控制住了。太好了。引擎跟油箱？没问题，可以再吵一次要不要登陆白龙。不是不去了吗，艾达？现在要去是有点难。艾达，我答应你，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只要白龙一来，我一定会去找你。对不起，刚刚说那些话。不会，你不是说要飞过来吗？如果你不介意，拉米亚跟你也可以一起跟我回到银海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可以照顾你，一起等到白龙来的那天。乱说话。认真的。警告，空气闸无法开启。紧急通告，危险等级7。船体安全值降至15%以下。请驾驶员判断是否弃船。好啊，一起回到你故乡。你要好好照顾拉米啊。还有你呢。哎，李默，你有认真看过货舱的种子堆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里面的贸易单有看过吗？这就没有。有些是很久以前师父留下的种子，我跟他往返星群贸易时销售的花卉。里面有一种花，叫做艾达拉姆。啊？对，我的名字。我的名字是师父给的。当年他离开军队，为了对战争赎罪，培养了我，名字也有点意思。氧气才刚放光，红楼等他回冲也要一阵子。反正你暂时也来不了剑桥，要不要看一下跟我同名的花？种子吧。贸易单上是花的照片。对了，你说要带我看看你故乡的花。都快忘了。是这个孤城？看也知道不是啦。日红？不是，啊，我找到了，是这个吗？外面还写着艾达。你找找看，袋子里面有商品的贸易单。有了，学名艾达拉姆，品名魂方白，产地行星矿业联合新伊朗。重量3公斤，花语。哎，怎么不念了？那我来。艾达，花语是，请原谅我。对不起，无法让你看到我故乡的花。艾达，艾达。
目标抛射轨道恒星主网。回应我啊！求救讯号发射中。艾达！白龙轨道计算中。突出建议，突出建议，真啰嗦，红毛，我们要去找师傅了，帮个忙。白龙登陆成功率12%，我不会死的，林诺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回到了银海，为了打听白龙的消息，我常往返群山，偶尔会找到真的龙脉，但多半是假的消息，不是白龙。但我知道，只要我持续追寻龙脉，我迟早会遇见它。在与群山无止境来回的时间里，日子渐过，银河历8540年，那是离开群山的第四年，我成为渊第17代家主。银河历8541年，渊与群山签订贸易协约，建立龙脉往来协议。银河历8542年，群山小行星带爆发第二次龙脉冲突。银河历8551年，龙脉协会解散，我从此没有罗素医生的消息。银河历8553年，渊成为银海第六大家族，升4品贵族。银河历8560年，白牙投入小行星反抗运动，于战争后失踪。银河历8563年，拉米亚离开群山，他说与亲人分手，我没过问。等到我终于找到白龙时，已经是8601年了。如果用群山的恒星时间换算，约是我跟艾达分开66年后。家主，对不起，就在刚刚，拉米亚妈妈她……她说对不起，没办法陪到最后。我知道，没事的。对不起，在家主出门办大事前跟您说这种消息。你退下吧，拉米亚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葬在一起。东西准备准备，我们要前往白龙了。
我来找你了，艾达。艾达，拉米亚走得很安详，我有好好照顾她。艾达，回银海后我成为家主了，也成功让家族重返荣耀，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了。但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无法见到你。不是这声音，我最怀念的是。艾达，你有成功找到你师父吗？听得到吗？艾达，回应我。你还没有让我看到你家乡的花。梦里的声音像人的歌声。好了，去睡。我想用歌声回应，但每当我想唱时，就有六个光看着我，然后我就发不出声，但那声音没有停。那声音在叫我。除了自己的灵魂外，没有人能叫你。那声音很模糊，我一直在想是谁，有点温柔，但很悲伤。去睡觉。我想试着合音，我想安慰那声音的主人，但怎么样，声音就是出不来。我就一直想，如果我能跟师父一样唱歌，是不是那声音就不会那么悲伤？我只是兵器，别想跟我一样。师父是伟大的女巫。女巫这种东西不伟大。花都开满山谷了，你想法却都没成长，我怎么教你的？迟早我会追上师父。做你自己。好了，晚上不要到外面，魂方白的花海夜晚会排出微量四气，容易产生幻觉。好险有水缓冲，整个神坛应该被我撞烂了。这是泗水池吗？我得快点离开，还不是倒下的时候。
要跑掉了，我得站起。师父，你在这里吗？我终于追上你了。我这样是对的吗，师父？这是邝莲的船。照你吩咐的，我终于成为了自己，不服务任何人，只为内心，只为自己。这就是你说的新生代女巫吗？一定得是这么难过的事吗？结束了，师父，我的旅行就在这结束了。原谅我，李默，拉米亚，是我抛下了你们。四的意识，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搞不懂你，明明你的声音也那么悲伤。都最后了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吧。这是，那我演奏的时候，你也感觉得到脉动吗？嗯，
只要专心，你演奏我都会听到。似这种能量会承载各种人的思念，如果你很想他的话，只要你持续追求龙脉，你迟早会遇见他。其实红楼在退役后是被师父一手改造成现在的样子，那时为了做龙脉的花卉生意，每天每天都穿梭在花海之间呢。哦，尤其是师父的家，那里真的是一整片呢。怎么，你会想看吗？是你说的，只要是你说的。有那么一天，红楼有机会旅行回我的家乡，我一定会带你去看看那我心爱的地方。我回来了，艾达。看到了吗？这里与你的故乡不同，一年四季总是开满花。